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宜闲观》。度大能容啊，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啊，当然是好事啊。不过度大还是不是很好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的腹围现在腰围啊，这个都是健康指数里面非常重要。男生90，女生80公分的，这个都是自己偶尔要量一下才知道说是不是要注意一下饮食啊。那为什么说注意一下饮食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肠胃道系统理论上它不就是自己会知道是不是这个吃饱了撑着，还是说这个饿得很啊，是这样子吗？不是，我们的这个胃是这样子，食道这样下来，然后经过小肠到大肠去啊。但是这个空间它的可塑性是很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食道这样进去，那个进入要到胃跟食道交界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胃食道逆流的时候就会影响的位置就是在这里啊。好，这个食物进去到胃里面去的时候，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好像人间炼狱一样啊，确实啊，那个酸是 pH 1啊，那么强酸的一个状况。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的胃的它本身的延展性，它的展延的一个能力是很强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常常习惯让它吃很多的一个东西，大量的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大胃王。如果我们的量稍微跟它控制，它慢慢就会缩小那个空间。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一个大脑可以去理解胃它的一个需求是什么，不要让胃自己去被动的去因应很多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对健康的维护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胃部黏膜里面的一个结构就是像这样子。所以这么复杂的一个结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它会分泌胃酸黏液保护我们的胃的这个黏膜等等，那然后在那个地方又有酵素进去以后做一些食物的给它软化跟分解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要吸收消化，胃是非常重要，所以要顾好我们这个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饮食的习惯呢当然这个就是非常重要，吃的一些东西尽量让这个食物的一个吸收啊，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不要过度的一个营养。现代就是过度营养，然后我们又不知道用大脑去控制的结果，就会让我们的营养过剩堆积在身上的时候，慢性病它自然会产生。所以生活还是要单纯一点，这是比较好。这生活看起来是蛮单纯的，蛮辛苦的状况。这个大家一看，大家也知道说，这个可能画家是这个是画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这是画在画室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可是画师他又把画弄成反面来看，让大家不要看到他庐山真面目，反倒看到画家他生活面的那个情形啊。这位是印象派的大师啊，现代画之父啊，塞尚法国的画家，他画的这个画室的一角啊，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准备煮东西的那个状况啊，很单纯的那个结构在这个他的画室里面，这个旁边有旁边远远的地方可以看到两个这样的一个这个不是画得很清楚的一个东西啊，这边是代表的是花，花瓶跟花，讲一下大概就想象得出来，这是调色盘跟它的一个画作。所以整幅画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它上面点缀着告诉我们说它确实又是一个画室，然后这边有一个画框在那样的位置啊。其实它的画作里面很特别的一点，没有很多的情感，也很科学，很线条，很数学。所以大家讲说也许画画是可以这样子，很科学，很这个很线条，然后不带什么情感。你他画这个女生也是啊，这曾经做过修女，她本身后来到塞尚的家里面来，那他就帮她描绘出她的这个脸上的表情。大家看到这个表情看不出什么表情的表情啊，这是也是塞尚画人的那个特别。这手上拿着是念珠这样子，他也是这个玫瑰经在念的时候可以这样数的一个状况。所以理论上这个宗教意涵或者是人文的那份的一个力道应该是很强的，可是他依然着重的就是那个
线条，啊，这个怎么样去陈设啊，这是比较重要。所以塞尚把画里面的某一些的一个成分去给它强调，某一些相对情感的部分呢，他就把它压低啊。那你说这个是不好吧？人总要多着重一点情感的一个交流跟呈现呢，啊。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从这一点慢慢的就衍生出现代艺术的一个滥觞出来，所以也是有他不可磨灭的那样的一个功劳。好，那画家里面对塞尚讲起来，什么是他最适合画的？既然画的注重的是线条，那这个人的话，你要维持那个姿势很辛苦了，所以画这个不会改变的风景很好。另外画一个不会改变的，哎，这个水果很好。水果顶多就是他画到最后水果烂掉了，有点这个稍微有点点变比较松软的一个状况，把它吃掉就好了，那个继续再摆一个新的上去，又可以画好几个礼拜。所以塞尚后来画苹果画这些水果非常有名，跟这个也有关系啊。所以吃这个对身体的一个影响，刚刚我们从胃这个地方已经可以了解很多，但有一些就不是它本身的一个问题，长久的一些影响，因为本身免疫系统的一个问题造成的一个影响非常大，尤其是这个疾病不只是只影响到局部的某一个肠胃道系统，它几乎整个肠胃道系统都会影响到，所以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疾病。那这个底下跟大家报告这个个案，也见证到了台湾医疗的一个进步，这是非常不可思议，以前这个绝对 活不下来的。四十出头的一个男性病人，他出现的一个这个状况就是腹痛，就是经常腹痛，然后腹痛以后就伴随有时候是拉肚子啊，解血便等等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情形，而且反反复复发生。那给他做大肠镜，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大肠镜绝对不是正常的大肠镜啊，里面就有这些这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刚刚凸起的那个状况。那这个凸起的那个状况，我们是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治疗以后，他才慢慢慢慢变比较稳定的一个状况。意思就是说，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影响的一个范围是以大肠为主，那出现都是这样的一个息肉。那给他做了一个免疫的一个治疗以后，抗免疫的治疗以后，你可以看得到局部它变比较平整的一个状况啊。所以一开始那时候还是没有标靶治疗的时候，免疫的一个治疗对这个疾病有一些帮忙，这是克隆氏症，有一些帮忙。但是呢，过一阵子以后，因为免疫系统的这个调控啊，不是那么容易，有时候还是不是控制得很好的时候，它又反反复复会又再发作，变成这样子。那等到隔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呢，变成来到急诊，出现的是已经是腹部有一些脓疡的一个状况在肚子里面。那这个都是非常难处理的这个情形啊。那急诊的医师、一般外科的医师、大肠直肠外科医师，大家通力合作的一个状况之下，把开刀进去啊，再把那个粘连的很厉害，因为它影响会影响大肠，也会穿透，也会影响到其他的位置啊，所以那个整个肚子里面的馄饨啊，真的是馄饨一片啊，那样的一个状况，你要理出那个头绪出来，有溃疡的地方，有破孔的地方要给它弄掉，剥离开来，所以为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生命从那个边缘中抢救回来。那后来又有这样的一个标靶治疗出现，开始标靶治疗出现，它不一定是对付癌症的，它对付自体免疫疾病也是很好的效果。于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治疗以后，它慢慢的又好起来。可是好起来以后，当时标靶治疗只能用六个月，它很贵啊，花不起那个钱。之后又复发。又是这样子，局部的一个感染败血症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那这个肚子里面破皮出来，里面那个粪便会从肚皮里面出来，恐怖的一个状况啊！所以一般外科、大肠直肠外科的医师啊，再进去再清理战场，在很困难的一个状况下，再继续给他这个治疗抢救回来，再继续标靶治疗。结果你可以看得到，后来大肠的恢复的情形啊是非常良好。所以这个生命，不但从那个边缘中抢救回来，健健康康的活着，所以台湾的健保真的是世界的奇迹啊！来，你收看，再会。